情况如何？再见。去那里的时候要小心，泰利亚。我不相信那些戴着兜帽的贤者。塞勒斯没事的，我会保护自己，而且我跟联盟特使在一起呢。 照理说，我应该把风星借给你，但是浪潮贤者规定访客只能搭船。这里的人都会遵从大海指引，就像有人遵从圣光一样。浪潮贤者跟大海之间的联系更深。他们蛮神秘的，但对库尔提拉斯很重要。他们为渔业带来丰收，让谷地农田雨水充沛。所有库尔提拉斯的船都会接受他们的祝福。 这才是我们的船舰跟外来船不一样的真正原因。好了，该使用渡船通行证了。我能为你做什么？祝您一路平安。真想让你看看舰队，就算是像你这样的冒险者，也会觉得很厉害。我们最大的船上一定会有浪潮贤者。 他们在暴风中指路，帮忙抵抗巨浪，让船一帆风顺。谁都不知道为什么舰队还没有回来。有人说浪潮贤者失去法力了，但我觉得他们只是像艾虚凡那样争权夺利。无论如何，我们都很需要浪潮贤者，尤其是此时此刻。不只是为了舰队，更是为了整个库尔提拉斯。塞勒斯常说，要驱除弊病。 我一直想冒险，为了困，这里一定有人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，整个舰队不可能就这样消失的。安妮，这里谁负责？我们可以保证你的船安全无阻，但是你必须付出代价。我们一定会渡过这个难关，斯陀颂人会恢复纯净。 你们简直跟亚伦修士一样烦人，所以我当做你不知道好了。把灵魂献给潮汐，海水的低语会带来真相。 欢迎能为大海带来荣耀的人。小心深海里的危险。与其在这里浪费时间，干嘛不去返亚伦呢？去就去，我们这就去找。总师，我们今天去哪里？快加把劲儿啊，蠢蛋！ 别拖拖拉拉的。 斯陀颂恩领主在风暴圣坛那里等着要用这些图。欢迎能为大海带来荣耀的人，跟我来，低头，别乱看。
修士，别忘了外人是不可以进图书馆的。回去工作吧，这些人是跟我一起的。宗师，祝您好运。拒绝所有访客，我要招待贵宾。好的，修士。走这边。你们大概不知道自己在这里的处境有多危险。危险？什么意思？舰队没有消失，只是被困在不寻常的风暴里了。你这个异端，休想插手！你们还好吗？我早该料到韦德跟龙照斯托宋恩家族的阴谋脱不了干系。我们在走向黑暗的道路上，但我们之中已经有人悄悄埋下了反抗的种子。去布瑞纳丹找派克修士，把坠饰交给他，我们的行动才正要开始，他会需要你的帮助。趁你们还有办法，快走吧，其他人应该已经发现你们的行动了。训练了一辈子就是为了现在。我还有职责在，我需叫风清来接我们。东方码头有个地方可以集合。舰队平安回来之前，库尔廷拉斯应该也帮不上联盟。必须先拉拢斯图宋恩家族，他们控制了浪潮贤者，进而控制了舰队。斯图宋恩领主统领整个谷地，他是所有事情的关键，但他已经好几个月没有来波拉勒斯了。我们先从布瑞纳丹开始找起，希望至少可以在那里找到派克修士。下面是怎么回事？风心，我们飞过去。有什么事吗？心怀着，我去调查看看为什么路被封起来了。你可以先想办法说服士兵散开。祝你安好。三元谷地是我们的，恕废。哎，反正我打你也打够了。哎，闪远点。你安好，朝鲜谷地是我们的，恕废。喂，祝你安好，祝你的船能少于我们，库尔提拉斯会沉入海底。都是装备，你们这些没用的废物，我们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做。
起努力，就一定能让库尔提拉斯团结起来。我们一定可以的。这条路是去谷地唯一的路，司徒宋恩家族一定有什么古怪。这片谷地很有气势吧？难怪会有那么多人来这里定居。布瑞纳丹是库尔提拉斯除了波拉勒斯之外最大的贸易重镇，我们要立刻找到派克修士才行，希望他能帮我们把舰队指引回家。少了舰队，我们就没有防卫力量，随时都可能会遭受攻击。前面就是布瑞纳丹了，来吧。士兵都好几天没来巡逻了。你是忙着为了士兵才拿走我们的东西吧？我们要答案，派克。你好。下次请你必须吸引注意力，我来带他们离开。我无法攻击那个目标。居民们，马上解散。对呀，你一定会救我们的嘛。我只是希望家人能够平安。修士，这里怎么了？我也想知道有什么事吧，也畏惧潮水的流动。水手海岸离这里很近，来吧。我们到底会在那里发现什么？我的兄弟还有答案，希望是这样。舰队消失之后，司徒宋恩家族就变了。你知道舰队在哪里吗？我在海面上搜寻的时候，遇到一阵黑暗的风暴，遮蔽了我的视线。我不能攻击他。心中成形，要勇尽力而为吧，英雄。情况如何？还要照料我的兄弟。保持航向。
发现未收军的使用者。 以前的日子单纯多了。 海洋之子啊，
今天就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，斯陀宋恩家族会统治这个破碎的王国，带领大家重返荣耀。以前的日子单纯多了。装置已停用。我不在距离范围。我们不会再为高傲的波拉勒斯贵族辛苦耕种土地，我需要靠近地打造船界，他们没有给我们任何回报。我们要团结一心，同心协力。库尔提拉斯永远属于他的人民。他太远了。回去工作，虫子！强大的浪潮贤者会以海洋的力量来引导我们走向胜利，让我们一起回到浪潮之中，让我们一起再度繁荣强盛。是这个世界配不上你了，兄弟，我一定会帮你好好办场葬礼。
侦测到外来实体。
在距离范围内。结果需要照镜子，0%。是这个世界配不上你啊，兄弟！我一定会帮你好好办场葬礼。再见，我去前面侦查。我们海边见。如果你的到来，不要遗忘此处，我们来完成仪式吧。用力点好不好？你们这群小懒虫！那些工人都被浪潮衔着的魔法束缚了，一定要帮助他们。感谢海潮，至少还有人没失去理智。斯陀宋恩家族有一半的人都疯了。行者，深海里的主人会带领我们获得胜利。休息时间结束，受宠。找到叫做泰利亚的普劳德摩尔卫队年轻成员，快去！我很清楚该怎么做。逃啊，傻瓜！去找家人吧，让我们来处理。你们自由了，兄弟姐妹们。走吧，这里没你的事了。深海里的主人会带领我们获得胜利。
斯陀圣人家族会统治这里。你们会像你逃不过。我不知道雪星志被什么黑暗蒙蔽姐妹，你会后悔，更不会让他继续折磨人民的。海归海，尘归尘，潮水归潮水。这里不安全，你必须离开这里。我需要目标。先选定目标。真的很深海，迎接你疲惫的灵魂。你勇敢无畏的灵魂可以永远安息了。海洋的迷雾隐藏着许多事物，但有这个信标，潮起潮落，往复不休，灵魂苦痛。不会只靠表象来审判。我会跟我不在距离范围内。邀请黑暗风暴的月杀我，就能平息。把灵魂从躯壳里洗去，让灵魂和海水。他太远了。放下你心中的仇恨吧。
让这些失落的灵魂继续游荡了。我们可能会有幸好无辜的人民都没事，但我们还有很多事要做。我们要坚持下去。还很锐利，站住！锐利的匕首才安全。深海里的主人会带领我们获得胜利。我们来完成仪式吧。我的库尔提拉斯，泡过水了，但还可以用。我去准备释放这些灵魂的仪式，你到北边的海岸和我碰面。